接下来带您来欣赏甄其正老师的师生联展。高雄市闪敏区公所市民艺廊推出甄其正师生创作联展，一共有42幅作品，即日起展出到8月底。艺术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竞争最重要的指标，期盼透过在地艺术种子的播撒，打造高雄成为优质艺术的交流平台。这一次很开心，就是能参加那个文化局的市民艺廊，那就是一个谢老师帮我们策展，从去年就开始展了，然后，搬了很多高雄的市政府的行政区这样，然后这次的展出呢，就是比较多方面啊，有很多亚克力彩啦、水彩，还有粉彩啦，还有油彩都有，对，然后这次的展出呢，就是以高雄啊在地或是他们个人的生活经验，喜欢的主题来作为创作的题材。高雄市圆梦美术推广画会由理事长甄其正带领，邀请学员一同参与画展，长期深耕高雄艺文创作，让市民在区公所就可以欣赏艺术，分享每个艺术家努力的成果。时方新闻归文许坚毅高雄采访报道。